线头，这个是你要绑的东西，好，过来，随便在这边打个圈，打个圈之后你就发现这根在上面，就是你的主绳在上面的话，你就从上面穿下去，下绕过来，好，好，水水，绕过来。冲过来，这边怎么进去，这边怎么出来，好，拉过来，啊，这样就是一个漂亮的成人节啦。OK， 再一次。好，再来，刚刚是上，假设你打个圈，是下。好，主线在下面的话，你就要从下面穿上来。好，那。我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好，下面穿在上面，这两个线都是一致的，打过来，好，就是一个漂亮的成人节。